快速登出的 hotkey， 我们可以利用 Ctrl 加 Alt 这两个按键按着不放，按下 Backspace 按键，你就可以快速的做登出。这个按键把它调出来的用意是，有时候发现说，那我的电脑假设是宕机的状态，滑鼠都不太会动。按照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，我们的系统虽然有时候会因为系统忙碌等一些现象，这是一般电脑会发生的现象。那我们为了要快速排除上的问题，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hotkey 快速登出。那电脑做登出的时候都会结束离开，所以这样就可以快速解决宕机或者是某一处的一个状况。好，我们直接不需要操作滑鼠，因为滑鼠已经不灵敏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Ctrl-Alt 加 Backspace 把它推离开。如果你要知道哪个软体宕机，当然你有一个系统监控程式叫 GNOME System， 我们效益不大。就好像在某些商业软体，它虽然也有这个程式，已经是那个很严重，停顿的很严重，你再把这个程式叫出来，再把它终止程序，基本上已经那个很久了。所以我们设置觉得Space 快速做登出，解决你教学上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